会想要住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啊？干嘛？在马来西亚，房间我已经订好了。什么意思？今晚就出发。哎，感觉快要看到我们的饭店了。这好漂亮啊！对，快到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好漂亮。应该是吧，可是那个外观跟我影片上面看到不太像。对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是世界猛鬼酒店之一的彩云阁。而且我不是说很有人潮吗？但是那个人就不知道是人还是魔仙呢。你现在把我这样带来，我又跑不走。马桶上面的那个窗户，应该是窗户。哎呦，而且这边还有铁锈留下来的那个。看，还有门缝，看它那个锁头也太多了吧。重点是这个门没有关紧，有缝隙。这什么味道啊？这味道也太重了吧！哇，这有地下几层啊？拜托什么啦？你不让我去别的地方住，拜托，我们下山，拜托。那我们就。还是尊重我妹啊，她不想住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就下山吧。知名 YouTuber 如哥时常拍着妹妹系列影片，这次他骗妹妹要出国住高级酒店，快到时才揭露是要住世界六大猛鬼酒店之一的马来西亚彩云阁酒店。他们入住之后发现许多诡异的地方，让他们十分不舒服，最后妹妹拜托哥哥带她离开，他们才结束这次的旅程。你会不会想要住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啊？在马来西亚，房间我已经订好了。什么意思？今晚就出发。去哪里？马来西亚。对。住饭店。对。我。对。还是你？我们一起。最豪华的饭店。我要付多少钱？我机票、酒店全部都订好了。你都出了，所以我人到就好，是吗？你还是我也要带钱？你人到，然后护照带着就好了。好。其他东西，那我要去，就连机票我也帮你订好了。那我要去。哎，感觉快要看到我们的饭店了。这好漂亮啊！对，快到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好漂亮。应该是吧，可是那个外观跟我影片上面看到不太像。对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是世界猛鬼酒店之一的彩云阁。你不是跟我说是住豪华酒店，超豪华，最屌。而且我不是说很有人潮吗？但是那个人就不知道是人还是魔仙呢。你现在把我这样带来，我又跑不走。是不是这里啊？哪一个啦？是不是这一间啊？上面这个远远的那个。对啊。听说这边有断头女鬼的故事。啊？你不会不要跟我讲吗？走啦，我们进去了。这边都整修得很漂亮啦，你自己看。但是蛮多人来这边拍片的啊。所以说那些影片有出来，你代表他们就有办法活着回去，所以说还 OK。我刚刚是有陪他回家。对，他们还有办法。像评论，有人说晚上很热闹，然后什么都不奇怪。对啊，如果说影片有来拍啊，没有发出去的，就代表没有活着回去。那我们发得出去吗？就应该是可以吧。现在大家看到这部影片，应该是有办法。只是说晚上会遇到什么比较惊悚的故事，我就不知道。对啊，这边。OK。L 是大厅的意思。来吧。
哇，这个超高楼层的。哥哥先走。那、啊、他给我们这个。第二十二这个。这个。哦。啊，要让一下哈，不好意思打扰喽。OK。哦，很大间呢，好，走吧。入住仪式有用好不好？哎呦！其实还蛮大间的呢，马桶上面的那个窗户，应该是窗户。哎呦，而且这边还有铁锈留下来的那个。其实我蛮纳闷的是，刚刚我们从电梯上来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它整个房间全部都是铁栅栏栅着，就很像。是关着外面，是房子外面的人，还是房子里面的东西？我不知道。其实我们现在房间里面是完全没有开，没有任何空调的，可是在里面却你有感受到一直很冷。难怪网络上面说这里面一进来住就是一种阴风阵阵的感觉。这边潮湿湿到是这个棉被都掸掸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枕头也是，对，就是这个感觉，睡一晚都要生病了。这边真的很臭。这什么味道啊？这味道也太重了吧！哇，这有地下几层啊？其实停车场就还好，它外面这边就真的是真废墟风。拜托什么？拜托什么啦？你不让我去别的地方住，拜托拜托，我下次拜托拜托。你要去别的地方住？你不想住这里？你看我那么诚恳的，拜托，快点，大少爷、大帅哥、老爷、行囊，拜托我，对。好不好？我们叫出，姐姐，你帮我叫出啦！我姐姐。好啊，那今天实际来开箱这个亚洲最猛鬼的彩云阁。我自己是觉得它恐怖，应该是恐怖在以前啊。现在我也可以从很多小细节里面就可以看到，它正在努力的改变中。那我们就
还是尊重我妹啊，她不想住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就下山吧，因为毕竟怕如果说真的住了，心理上面的压力太大，承受不住，有可能我妹就这样瓦解了。